请掀开经本，科会第二十九念第一行，二十九念第一行，身口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不罗花。七相普熏无量世界，这是下话的第一小段。我们接着把底下一段也念下去吧。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二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无，利要有情。前面的一段这个愁因感果这一段里头啊，这个说明菩萨修行的成就。而实际上呢，就是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生活，怎样与别人相处，怎样去工作，才能够成就殊胜的功德利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今天这一段，讲到下化，下化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如果我们要问菩萨生活在世间，他的目的何在？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就解答出来了：上求下化。这四个字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这个是人生真正的意义，纯正无妄。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同修提示过，我们生活在世间，生生世世，永远不间断地在学习。学习不是一时，中国古大德讲一时，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一时的。佛法讲三世，
讲过去，讲现在，讲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岁月当中，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这个学习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其实在儒家典籍里头也有这个意思，没有佛法讲的这么圆满啊。儒家大学里头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至善，也把他的人生的意义跟目标说出来了。明明德就是上求，亲民就是下化。上求下化都要做到最圆满，那就是至善。所以儒家有许多东西讲的都是纲领啊，这个纲领呢纯正没有错误。佛法里面讲的具体，讲的微细啊，把这些理事现象因果啊，都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我们怎样亲民，帮助一切众生？这一颗经文里面第一个小段，妙相普熏呐。身口长处无量妙相，我们要怎样学习？我们看到经文上这些话，如果是着相了呢，那就错了啊！是不是真的啊？去找这些好香啊，来去熏香啊，那就错了啊！此地所讲的香，是说的德行啊，就是讲的明德了。大乘佛法具体而言呢，就像本经一开端，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感的果报就不可思议。这个是信德之相啊，取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所以我们这个气味，身上的气味都很难闻呐。真正修学与性德相应，身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奇妙的香。
前天香港有一位老居士送了一篇虚云老和尚的，但是传记，现在正在中国拍摄这个连续剧，有20集，好像还没有拍完成。送给我看过的一片呢，那个是介绍的。这一篇我看过，这里面介绍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这是我们看到老和尚照相的相片上，有的照片是带着头发的，头发都很长，胡须也很长，有一些照片呢剃得很干净，剃得很干净的过年时候照的，他一年剃一次头，胡须都剃一次，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一年洗一次衣服，他的衣服平常不洗的，一年洗一次，生活简单啊。往年我在香港讲经，有些同学告诉我，这老和尚身上确实有一股清香，衣服一年洗一次，这个领子都油垢啊，好厚啊，闻闻有清香，不像我们一般凡夫3天不洗，那个里头就很难闻了，气味就不一样了，像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的心，所以天天要学习，天天要修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真诚心，真诚心呢，像啊，虚伪的心呢，就不像了，那个气味就不好闻，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天天在这儿练功啊，如果心地果然呢与这五句相应了，这个身上的香气就跟经上所说的相应了，身口常出无量妙香，这个是修行真正的功夫啊！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行，有没有道心，有没有道恨啊？这个道恨是道行呢，一接触就知道了。哪里需要多说？见色闻声，嗅香就能知道你修行的有些什么功夫，你是真功夫还是假功夫，哪里能骗得了人呢？
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桩事情是没有办法作弊的，没有办法作假的，一定要真干啊。旃檀，我们通常讲檀香，在此地是个比喻，佛经里面称为牛头旃檀，这个香我们没见过，只是在佛经里头看过这么一个名词。学佛的同学都知道，所谓医报随着正报转，众生有福，这些奇异的珍宝就出现。众生要没有福报，这些东西都隐没了，都不见了。旃檀是宝香，佛陀那个时代有，我们好像在书籍里就记载，唐朝时候还有，大概就很稀少，稀少。我记得有书上曾经记载过，印度的一些高僧到中国来，带着有这个4两旃檀，那么他带到中国来呢，是作为礼物送给皇帝。当时朝廷里面送给皇帝的礼物啊，最少啊都要有1斤，这几两啊，这个是送给皇帝是很不恭敬的，这个宫廷里头拒绝没有收他的。这个法师就在这个宫廷之外把这个香燃了一点，燃了一碗呢，大概是做成一搓成碗的，燃一碗。说整个长安城，这个长安城是当时的首都啊，都闻到这个香味。于是皇帝才把这个香的时候接受了。这是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记载。那么在佛经里面讲呢，这个旃檀呢燃一碗呢，它这个香气可以40里范围当中都能闻得到。这个香可以治病啊，这个经书里头有记载这个黄老居士注解的本子里头有引用到慧愿音译里头说，古印度的旃檀有2种，一种是赤色的，一种是白色。白色旃檀呢能够治热病，就是燃这个香气能够治热病。红色的呢可以治风肿，
所以这个香气能够帮助人除这些风邪而带来的安乐。这个信德的妙香绝对不是旃檀能够比拟的，但是实在找不到东西比了，用这个旃檀来做比喻，这个信德妙香远远超过旃檀。优婆罗花，优婆罗是梵语，翻成中国是青莲花。我们在弥陀经里面读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四色莲花，也是读到优婆罗。佛在经上常常提到，这是莲花也表香藉，都是取这个意思。菩萨身口常出妙香，这个香呢，当然就是经论里头常讲的无分化身香，无分化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五颗厚厚胜于前前，有前面不一定有后面，有后面的一定居足前面。你比如说有戒香未必有定香，有定香一定有戒香，有定香未必有慧香，有慧香呢决定具足戒定。佛法的教学，无论是大乘小乘，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学的是什么呢？诸位一定要清楚，戒定慧三学啊！这是佛法教化一切众生的内容。佛家教学的内容，总的来说，这个戒学就是现在人讲的守法、守规矩，这一条是基础啊！应该在什么时候教呢？古代是从婴孩时代教起，所谓的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到他长大成人，再教他一些规矩难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要叫他改，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所以良好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那么由此可知，童年的教育是多么重要。如佛都重视同盟的教学，古时候出家人这一出家，所谓是五年学界啊，出家前五年学规矩啊，要学习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养成菩萨生活的习惯，学的是这些啊。五年以后还要看你的成绩再决定你可不可以学教，可不可以参禅。这都是说明重视基础的教学。而现代出家人把这种教学的方式忽略了我们这一代都没有接受过这种教学。佛法十四道，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示范这两个字我们自己本身没做到，怎么能够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我们自己要深深地感到惭愧呀。要忏悔我们自己业障太重，福报太薄谁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道法衰微到极处吧。善知识可遇不可求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学习尤其是进入了这个21世纪时代永远不住地在变迁，古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距离我们现在越来越遥远如果说把现在人
恢复到古时候那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这是决定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古时候那种生活方式，对于修道人来讲是有利的，是有帮助的。现代人这种生活方式对修道人来讲呢，是有障碍的。那么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办？如果随波逐流，随顺现在大众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决定是流转在轮回当中，出不去啊。如果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只有自己下定决心，向古人学习。现代人不守法，我要守法了。我不能跟他们一样啊！他们走的是轮回路啊，我们希望是走出轮回。那决定要走佛菩萨的老路啊，他们走的路决定没错误。我们循着他的足迹，肯定可以走出轮回。戒学是第一个，我们不能不懂啊！戒学从哪里下手呢？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导我们。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恶道苦啊！这句话分量很重啊，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一切恶道，不但是把三恶道都包括在其中了，三善道也不例外。不但三善道，这里头有苦啊，再跟诸位说，四圣法界也有苦。四圣法界跟一真法界去比，四圣法界是恶道啊！我们要懂得啊，那菩萨用什么方法能离一切恶道苦？佛教道昼夜
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而且特别嘱咐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话就是大学里头讲的止于至善啊。大学里头四个字，十善业道经里头说了这么多。说的我们能听得懂啊。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我们听得很含糊啊，不清楚啊。佛在经上讲得清楚。善法的标准是什么呢？十善业道。从这个地方下手。要很认真努力，真的去干了。真的去学习呀。不杀生，连小动物、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蚊子来咬你一口，你怎么可以忍心一巴掌把它打死？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天天在说布施供养，蚊子来叮你说，你为什么不布施呢？你为什么不供养它呢？你真的是学佛，蚊子来叮你，很高兴，很欢喜。那我在修布施，修供养啊。所以这一条学到了啊，你的内心里头损害一切众生这个心呢断掉了。这叫从根本修啊，从念头上断掉。想想世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舍身为虎，割肉为鹰，这蚊子来叮一下都算什么了？我们要常常想到佛陀在修菩萨道的那个状况，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个睡觉的时候，防止这个蚊虫小虫来骚扰啊，这个念头都没有了。以前没有学佛不懂事的时候，是要防范，现在懂得了不防范。以前防范的时候还常常被咬的咬到，现在不防范的时候他不来咬了，这是沟通了。我们对他好啊，他也对我们好啊。他要去咬什么人呢？要常常欺负他的人。对他不好的人。所以我们对他好，他对我们也好。这些小动物通通都有灵性。
所以我们要用真诚心相待，要用慈悲心相待，要用平等心相待。持戒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头一条，杀生是第一恶啊！常常起心动念想害人，这是我们性德最严重的障碍。修行为什么不能明心见性？自信本具智慧德能，为什么不能现前？都被这些障碍住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儒家讲的明明德，明明德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嘛。目的你看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你就应当把见性的障碍排除，决定要持戒。决定要修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偷盗这一条我也说的很多，决定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我们还有一念要想占一点便宜的这个念头，这是盗心啊。虽然你没有偷盗的行为，你的盗心没有断了。不盈余，这是六道众福众生里头最难的，最难要断。佛在经上说得很好，他说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爱是男女的情爱啊。为什么会在六道搞轮回呢？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淫欲。楞严经上讲的淫欲不断，轮回就不能出去。轮回苦啊，太苦了，尤其是三恶道，那么我们希不希望在这一生超越轮回？如果想在这一生超越轮回，这是轮回的障碍，不断就不能超越。换一句话说，不断也得要断，非断不可啊。人一定要觉悟啊。生死轮回呀，不要再去搞。那么这是身三类的恶，恶改过来就是善，
口有四种过失，不忘语。问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语，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握口，握口是说话粗鲁，叫别人呢听到很难受。口有四种过失，念头里面有贪嗔痴三种过失。永远舍利这个过失就是善业，就佛教给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要真干啊，人不修十善，你就没有办法持戒。十善是持戒的基础，是戒学的前方便。正如同六度里面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不能忍辱，决定不能够得禅定。不能吃这个修十善，你就决定不能持戒；不能持戒，你就决定不能得定。不能得定，你决定不能开智慧。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想啊，一定要懂得了，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这桩事情绝对不是佛啊对我们这样苛刻的要求，不是，佛对我们丝毫要求都没有啊，这是佛制定这么多戒律来限制我们，那你完全想错了。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确实对我们没有丝毫要求啊。佛菩萨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我们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会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个果报，果必有因。佛把这个原因给我们说出来了，是一定有理呀。果必有因啊，把这些事理因果的真相给我们说出来，所以这个实现是佛制定的吗？不是的，自信本具啊，迷了就变成实物，觉悟了那就是实现。我们不能不觉悟，
然后感的果报，就像这个经里头所说的，身口常出妙相。这个是修善持戒自然的感应啊，持戒修善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加一点点意思在里头啊。佛经里就说，常以戒相为身璎珞。那么这些比喻就是，这个璎珞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璎珞？不需要。而以性德作为庄严身相的装饰，你看这个意思多好。那么这些话说明，我们在这一届经文应该怎样去修学？这个底下这一句啊，意思非常的圆满，其相普熏无量世界。怎么个训法？在修因上来说，这是说明我们的修因影响所及。那就是普熏无量世界。这话是真的吗？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华严经》里面，我们体会到佛菩萨他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一周遍虚空法界。我们是凡夫，凡夫也起心动念，但是这个念头啊，是邪念、恶念，我们的言语行为也是恶业，我们的恶念、恶习、恶业，给诸位讲啊，也是周遍虚空法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多么可怕。佛菩萨是常以妙相
普熏无量世界。我们今天用什么东西熏世界？这想一想就明白了。我们应不应该呢？不应该，应当要学佛菩萨，恢复我们自己的心德。心德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相好、无量宝相。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不是做不到，而是迷得太重了。关键就在迷而不觉。佛法中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句话，许多同修都耳熟啊。这个话是真的。真因为这句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就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要跟诸佛菩萨沟通都可以啊。怎么样沟通呢？心里头啊，一念不生。为什么心里头要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呢，没有界限，就通常通无碍了。起念分别就有障碍，就阻住了，就不通。道理在此地。所以画符、念咒、诵经、祈祷，要用真诚心。诚就通了。真诚就通了。从这段事情，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确确实实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息息相关了。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应当要学佛菩萨，用真心对待一切大众。不能用妄心的，用妄心是对不起一切大众的，要用真心的。真心呢，那是妙相普熏的。我们用的这个妄心呢，那是晦气冲天。这是对不起大众。用现代话说，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就这么一桩事情。所以幕后这一句是把这个影响扩大了。横的扩大到虚空法界，竖的扩大到过去未来。就横遍十方，
树穷三季。下面一段啊，随所身处啊，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佛菩萨应化在世界，这个色相不一定啊，相好也不一定啊。普门品同修们多半都念过，观音菩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他老人家在十方世界啊，处处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要懂得这个意思，这是举一个例，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佛身。那么随所身处，随时随缘，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如果有自己的意思呢，这是凡夫。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断掉啊，他是凡夫。诸佛菩萨化身大士，妄想分别执着不断啊，所以他们的实心就像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这个身是感应所现。感应里面最殊胜的是佛身啊。那么就这一个例子来说，端端正，严庄严，容色端正啊，清净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就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所现的身相，丈六金身啊。昨天有同学问，阿弥陀佛身金色，为什么我们供的这个佛像啊是白色的啊，不是金色的？我们前面这一尊释迦牟尼佛也是白瓷的。诸位要知道，佛法里面呢，许许多多的言语都是意在言外，你要懂得，你不能够执着音声名字，那就错了。经代表什么？代表圆满，代表不变。你看在这个经书里面只有经
它这个颜色不变，银会氧化会变颜色，金不会变，所以取这个意思，它不是个一定的。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每一个人看阿弥陀佛，说实在话了，都不一样。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也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嘛。那怎么会一样？阿弥陀佛没有身相啊，随众生心念现象啊。你想阿弥陀佛是什么身相，你见的就是那个相。你所见的跟你想的完全一样。所以佛就是从你心想的来现象给你看。这些都是事实。这个普陀山梵音洞，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常在里的现象，有很多人去朝普陀，一定到梵音洞里面去拜观音，看看自己有没有缘分见到观音菩萨。有些人见到了，有些人见不到。见不到的心不诚嘛。就是你在拜观音菩萨，你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你就见不到。如果你去拜的时候，你拜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钟点，你诚心诚意去拜，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你会见到。但是见到观音菩萨像啊，往往每个人见到不一样。我记得我有一年在香港抢经，圣依法师来看我，告诉我他们有三个人借伴去朝普陀，也到梵音洞里面去拜观音，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三个人都见到，都非常欢喜。那么回来在路上，三个人就问了，你见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圣依法师见到的观音菩萨是金色，戴毗卢帽，戴毗卢帽金色的，另外两位呀，有一位见到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白衣观音，另一位法师见到的是一个出家比丘像，三个人都见到了，三个人见的不一样。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懂了之后就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不再有妄想分别执着，你才能见到佛菩萨的真身。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所见到的都是化身。啊，它随你的心想变化的相状。我们世间人大概中国跟印度都差不多，认为这个身相某些部分啊，认为啊这是一种贵相、好相啊，32种啊大丈夫相。我们中国人讲大贵相啊，这大富大贵的相。世间人认为这个贵的贵相呢，佛示现的通通具足。没有一样缺少。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示现？用这个形象去戒引众生啊。啊，形象用现在商业上的话呢，是包装啊，招牌啊。戒引众生，摄受众生啊，让众生一看到这佛菩萨的相好，就能生欢喜心，就愿意向他学习。相好的作用，如是而已。所以世尊示现的32相80种。随行好，佛在经上给我们说，32相80随行好，转轮王也有。啊，可见的。这个确实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所修的福报啊，相好是属于福报。转轮王的相好没有佛那么样的清晰啊，跟佛相比没有佛那么样清晰。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我们明了随类现身是属于戒淫广大众生。第一个手段啊，那么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对于佛教的形象决定不能够毁坏，毁坏佛教的形象，诸位想想，岂不是等于破佛身学？这个罪很重啊。几个人体会到这段事情，无论出家在家，人家一看
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佛弟子。佛弟子在社会上一定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所以身相不能不重视啊。可是你要晓得，身相是福德修成的。啊，决定不是化妆能够化妆出来的。啊，那是化妆不出来的。福德修成的，认真要断恶修善。啊，要破迷开悟。啊，只要认真修行，你这个色身相好，一定可以获得，啊，不必去求，自自然然就获得。这个色身相好啊，就能够摄受许多众生。头一个就能度你的家人。你的身体健康，色相庄严，心地清净，足以令你的家亲眷属，你的同学朋友见到你生欢喜心，特别是在中年之后啊，为什么呢？人到中年之后啊，他都懂得寻求健康啊，看到你身体这么好啊，他就会向你请教，哎，你是怎么保养？你就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他了，你就度了一个众生了。所以这个身相是个招牌，招牌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的身相不好，你这个道很不错，很好，这个话在佛经上讲不通的。道恨是因，相好是果报，因好果不好，没有这个道理。因与果决定是相应的。我们在外面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群众，诸位想想，你不真修怎么行？这桩事情做不得假的。这个电视的画面往往是靠不住的。我听说什么呢？上电视的时候都要经过化妆啊，还有化妆师啊来替你化妆。那一化妆呢，那面孔就是假的，就不是你的本来面目了。我们学佛也有机会上电视，我们决定不化妆。绝对不搞假的。
啊，我们搞假的，说实在话，我们就对不起佛菩萨。啊，我们也对不起众生，为什么呢？欺骗啊。那就不真实了。所以色相端严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要认真努力修清净心。啊，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你的色相自然端严。你再能够修积功德了，凡是利益社会大众的事情一定要多做啊，做得越多越好，做得越大越好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你向好才能够去做。啊，这个不是自受用，是为了他受用啊。啊，为了戒引一切广大众生，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法。啊，所以菩萨念念都为众生，显一显为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为自己，啊，为自己就错了，啊，一切都是为众生，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学习。第三个小段，这是最上的利要，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无利要有情。这一段就是修的布施供养，在佛法里面归纳为三个科目，啊，四摄、六度、普贤十愿。这个就是手中常处无尽之宝。菩萨当中有宝手菩萨，有妙臂菩萨，在我们居士林四楼天台上，我们供养的有千手观世音菩萨，宝手妙臂千手啊，都是表法的意思。都是代表菩萨欢喜布施，我们凡夫这个心念跟菩萨恰恰相反啊，凡夫吝啬，不肯布施啊，
他常常想到的，我们生活非常艰难，这个钱财得来不容易啊。所以对于财布施就感到恐怖啊，于是啊不敢发这个心。其实这个观念呢是错误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么样的艰难啊，这么样的辛苦？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你没有修财布施啊，福报过去今生都是修积的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我们要能懂，要能体会到啊，财无越布施越多，手中常出无尽之宝，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菩萨能跟诸位同修说，我们个个人都能，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施嘛，越施越多啊。不肯布施啊，就难了，永远缺乏。这一桩事情确实很难叫人相信。唯有自己真正依教奉行的人，他才能体会得到啊。财布施得财宝，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财富、聪明、健康长寿都是我们所需求的。无论古今中外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提到这三桩事情，每个人都求啊，都要啊，他不会拒绝啊，怎么能求到？佛家常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话是真的吗？啊，千真万确，确确实实有求必应啊，我们要懂得求的道理，要懂得求的方法，如理如法地去求，决定得到。但是得到，诸位要知道，得到啊，决定不能够保持，不能够据为己有。这个道理懂得的人就更少了啊，
为什么不能据为己有呢？保不住啊。不但世间所有一切财物你保不住，就是连我们这个身都保不住。试问哪一样东西你能保住？这个身刹那刹那在衰老啊，人老不是一年一年老啊，不是一天一天老啊，刹那刹那在衰老啊，你懂得吗？连这个身都保不住啊，何况身外之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财富带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修因感果，那个因要永远不断的去修，决定不能停止啊！正如同我们讲学习，生生世世永无间断的在学习啊！我们修布施，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也是永恒没有终止的啊！所以舍得啊，你舍一定有得，得到的那个得呢，也要把它舍掉，把那个得再舍掉啊！这样啊，越舍越多啊，手中才长出无尽之宝。是这么个道理来的呀，这是四时真相。庄严之句，一切所需最上之物。一切众生生活在世间，受用啊，不外两大类，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这两种受用，物质比不上精神。换一句话说，精神生活远远超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里面有真实的受用，物质生活里就没有。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什么是庄严之举，什么是最上之物。目的在利要有情啊，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能够记住，佛法在世间建立的宗旨是什么？经论里面常讲八个字：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你明了这个宗旨，你才晓得此地所讲的庄严之具、最上之物是什么。我们应该给众生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众生苦是从迷来的，众生乐
是从觉悟来的。我们要帮助他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报啊。他的因就是破迷开悟，这个事情只有菩萨办得到。菩萨怎么呢？他本身觉悟了，所以他才能够帮助别人。自己没有觉悟，怎么能帮助别人？那么在过去，菩萨做这个事情，庄严之具，不外乎是建立道场，这是庄严之具。最上之屋呢，无过于弘法利生。过去过家族啊，那些帝王他懂得了，他懂得修福啊，建道场，弘扬佛法，他懂得。长者、居士、大德们，他们懂得。所以无不是尽心尽力在办好宗教教学，这是一切所需最上之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件。那么现在在佛的末法时期，在全世界佛教衰微到极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做法？建道场不难，道场建立之后，没有人来讲经弘法，这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所以今天呢，建道场的风气很盛啊。弘法这个事情呢，被遗忘掉了。道场建得金碧辉煌，目的何在呢？招来观光旅游客人。作为观光的景点，收取这一方面的利润，与菩萨利要有情的愿望相违背了。这个我们要懂啊。
过去南北朝时候梁武帝，这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他以过往的权力护持佛法，在他管辖区域之内建了480座寺庙，480座啊！他喜欢人出家，所以度出家人呢，有几十万人呢，他非常喜欢人出家了，他护法。大魔族是那个时候到中国来，他们两个见了面，梁武帝就把他在佛门做的这些事业向大魔祖师炫耀啊，我做的这个功德啊，大不大？大魔祖师老实告诉他一句话：并无功德。诸位同修仔细想想这句话啊，那个时候梁武帝建那么多道场并无功德，你们今天建了多少道场啊？哦，还说自己功德很大。在这个地方，我怕诸位同修疑惑，我略略加以解释。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功德能了生死出三界，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是功德。如果食恶没有断，做一切的这个善行都是属于福德。如果当年梁武帝要问大魔祖师我的福报大不大，那梁武帝一定说这个大魔祖师一定说很大很大，福报不是功德啊，他修的是福报不是功德，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福德再大顶多到天上去做天王，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这个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功德就不一样了。功德你看持戒有功，他的果是得定，他能得定啊，定是得了啊，持戒是功啊，定是得啊。修定有功，开慧是得啊，这个果报不一样的啊，所以功德跟福德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那么在今天我们所处这个环境里面，应当要修大功德啊，这个大功德
不为自己就是功德，啊，为众生的是功德，为自己的是福德。啊，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为众生就超越了。啊，念念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啊，希望大家记住，啊，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为众生，不要为自己。你得的这个利益呢，不可思议。啊，为自己就错了。啊，为自己就都变成了福报。啊，纵然想天福，天福享尽，依旧要堕落，所以他是个不究竟，啊，决定不为自己，啊，要做大功德，大功德呢，一定要利用现代的高科技，啊，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网际网络的传播，我们讲经在这一个现场，全世界在这个时间收我们的网站，通通都能收到。这个是21世纪的道场，不在乎啊寺庙的大小啊，在乎你传播工具的现代化。那再小一个房间，我在这里讲经说法，全世界人都听到，这大道场啊。要懂得运用啊科学技术。要懂得用现代化的方法。我们讲经对现代人来说这是第一手。能听的人，能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这一手呢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希望真正能听懂的人，听明白的人，发大心。你懂得的之后啊，最好能够把它编成剧本。用电视连续剧的方法来推广啊。那这个全世界每个地方人都喜欢看连续剧吧，天天在电视旁边坐着吧，用这个方法推广。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刚刚开始看到这个了凡四训有两篇啊电视剧的这个方式推出来了。别看这两篇东西，比我在讲台上辛辛苦苦地讲一遍《了凡四训》，效果大得多了。那么这两篇时间太短了，实在讲呢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拍摄到6篇，也不要太多。使内容呢更充实一些，把它配成各种不同的语言发音，就能够流通到全世界啊。这个是
一切所需最上之无啊，最上之无是这个东西啊，最好能够从卫星电视台去播放，收听的人就更多了，得用这个方法去利养有情。希望我们同修都能有这个概念，将来因缘成熟了，国家政策改变了，我们的宗教教学可以在电视上广播了，我们要在这个大事业上尽一份力量。当然最希望的呢是诸位能够参与，将来拍摄电视剧，希望大家能够发心参与，这个功德呢无量无边。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